风的声音就像大自然馈赠的舞曲。啊，是想要与我共舞吗？你很寂寞吗？没关系，我虽然不喜欢被人触碰，但你是例外。有些情感只能通过舞蹈传达。来，把手给我，跟上我的步调。局长，你能感受到吗？每当我迷失在幻境，你就会出现，把我带回现实。你好，局长，欢迎回来。尽兴起舞吧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好干净的眼睛，能被这样一双眼睛注视着起舞，一定是很幸福的事。好干净的眼睛，能被这样一双眼睛注视着起舞，一定是很幸福的事。